不能说。
装小油瓶。嗯，那这个是豆瓶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吃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这边还有蟹管肉，它还有整只螃蟹，让我们今天因为已经有波士顿龙虾，有选了不同。这是豆皮，然后这个是小豆，然后这是马来西亚豆梨皮，太夸张了，我们都是虾跟肉。这边有一块啊，在干什么？这样好扎实哦，这龙虾都扎实，绵密。扎实跟绵密是一样的东西。再点虾味，虾味很浓。虾味，对，虾味，这可以拿来做虾味。虾味鲜。啊，我要拿那个角角。角角，对。它好大一个哦。